我叫浩远，曾任职于威情局，可现在却成为他们抓捕的目标。我不想解释什么，因为没人会相信我，没人会信。他不是我们的敌人。那你应该看看这个，这只是个古老的传说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他们发现了，我们要离开这里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告诉我好吗？你不会信的。我要找到证据，查明真相。你所关心的人都会死。你躲不掉的。结束这一切。